回春堂开张大吉。恭喜老板开业大吉。这是我们家少主啊送上的贺礼。林医师自幼学习医术，潜心向学，深得我们家少主的器重，日后啊可以在这医堂里面坐诊，而且啊还可以和老板你探讨医术，互相分享所学。你家主人这份礼物我还不能拒绝了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以后请多多赐教。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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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开张大吉，在下特别薄礼一份，敬请笑纳。你怎么也跟着他们胡闹？回春堂开张大吉。虽然迟了好多年，但在龙骨玉里的誓言我没有一日忘记过。这份礼物我很喜欢。追逐着漂泊着一身的青涩，组长这下总算心愿得偿，可以复唱复随了。从今往后，一个看病抓药，一个算账收钱。天作之合，我会看病抓药，你会算账收钱。之前因为我生病，他们一直照顾我，所以把心意藏在心里。如今终于可以挑明心意，可以在一起了。等他们成婚的时候，我们送给他们一份重礼吧。嗯，